三重运动场召集将近千名民进党支持者，举起绿白手板，齐力拼出 Win 字样。民进党。但字样排出后，难以一眼辨识，加上群众座位间隔松散，字样显得凌乱，让一旁赖清德竞选总干事潘孟安、总督导卓荣泰及活动总策划罗文嘉不时交头接耳，反复检讨，首发暖身场，看来还有调整空间。今天的是第一次的彩排，其实有些状况还不怎么理想，包括整个字的那个板子啦，各种都要重新再设计。县市的竞总这边呢，把场地椅子或是把椅子拿掉用站的，不然我们会去马上再做调整。12月21号一直到12月24号，整整四天三夜，赖清德将亲身以顺时针方向走遍全台各县市，展开18场环岛拼图行动，拉近与基层距离，更要提出治国愿景。我们坐在那个所在，跟各位讲说同款，咱都是历史的记忆，历史会记得大家。20年前牵手护台湾，20年后的今仔日，咱要请大家做伙出来拼台湾。大清的候选人嘛会伫咱各县市未来重大建设来做宣示。已经走遍全台整整3圈的赖清德，要继续发挥铁人陆战精神，深入各地聊落去。进行，谢谢刘威婷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静好新闻。